哎，Hello，现在是这边是音乐交心啊，然后我现在还是一样，我在 test 一下这个线路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哎，Hello，嗨，这位进来的这位同学，哎呀，保雪，保雪，嘿，Hello，你好，你好，保雪，你好哈，还没有烧饭吗？还是要准备要烧饭了哈？现在是。现在是傍晚5点钟哈，5点钟哈。今天外面还是有些阳光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出去这个走走散步一下哈。OK，好吧，然后我这个我就想说我刚刚啊。也是在看到，就是因为我刚刚在外面，但是我在路上的时候，哎，我有叮咚叮咚啊，收到一些讯息啊。那收到讯息的时候呢，我就打开来看，然后打开来看的时候呢，我就有看到，有朋友，也发了，有发到 YouTube 上面来啊，又问了一些问题哈。那我想说，我回来了，我就想也跟大家，就是如果在测试这个线路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也来，哈，也来这个天气冷要多保暖，对对，哈，是这2天好像就是比较那个哈，比较冷一点哈，还好，我倒觉得冬天啊，就是感受那个阳光啊，那种感觉就是很好，很享受哈。其实有机会还是要多晒一点太阳哈，还是多晒一点太阳会比较好哈。好，那我就想说，哎，来测试一下哈，来测试一下这个线路哈，看看这个情形是怎么样了哈。哈哈，哎。台北很冷是吧？台北哈，对，台北是比较冷哈，对，台北都是，就是比较，比较阴阴冷冷的哈，比较阴阴冷冷的哈，哎，thank you.
借这个，目前好像 so far so good， 目前的状态好像还线路的状态还蛮稳定的哈。那台北今夜呢？今夜还没到啊，今夜还没到哈，看。该不会是这首我刚刚弹的这首歌是不是叫做《淡水暮色》啊？哎，我好久好久没弹这首歌了，因为我想到黄昏了啊，就是要午后嘛，啊，傍晚的时分了啊，所以我就想到，哎，好像也有这个这么一首，哎，这么一首歌哈。
这一首歌好像是不是淡水暮色啊？哈，这个，哎呀，话说好久没到淡水了哈。这首歌哈应该是淡水暮色，我如果记得没错哈，真的好久没弹了。有没有人记得这刚刚那一首歌啊？有记得要 call 一，要记得 call 啊。好像目前的话，好像都还蛮稳定的哈。好，然后呢，我借这个测试的这个机会哈，嗯，我刚刚呢，我想要回答，也是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哎呀，有 call 一哈，对，赞哈，让我突然。这个时间还没人上来，对对，没错，没有关系，因为对，还好。那么因为呢，我们这是一个测试哈，一个随机的一个测试哈，因为就是怕说这个线路的状况不稳定哈。好，那么也欢迎新的朋友哦哈，先欢迎新的朋友哈，是不是跟着宝雪过来啊，一起过来是不是非常欢迎你们哈。然后我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时间是星期一的晚上哈，星期一的晚上8:10哈。那么我会在这个李威 Vera Lee 音乐交心呢，我们会以钢琴来即兴的来演奏，来分享流行音乐哈，现场的即兴的演奏跟大家分享哈，啊，所以有碰到新的同学哦，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哈。好，然后我现在呢要回答，我刚刚啊看到收到一位朋友的这个讯息哈，哎，好，是不是？哦，宝雪，你们有社团是吧？哦，社团的姐妹兄弟啊，哦，是什么样的社团啊？什么样的社团？是有兴趣方面啊？兴趣爱好吗？是什么样的兴趣爱好的？可以点个，哎呀，如果我现在弹不了你的歌，可能要下次哈。但是也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哈。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歌哈，好，那么像刚刚那一首哈，这个淡水暮色，我应该有，我想我大概有将近将近快10年的时间没有弹那首歌，但是我刚刚突然熊熊想起来哈。好，那么，哎，你可以在留言区，哎，可以写，如果您想听什么样这位大哥哈，如果您想要听什么歌哈，但是呢，我想这首歌呢，我现在是想说先要回答问题，还是先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随意的来分享一下这个音乐哈。什么社团？听歌社团啊，哎呀，听歌社团啊，那听歌社团的话，那就是真的以听歌为主，对不对？哈，好，一年又一年，这个是台语歌吗？啊，好，那么我想呢，我们来一个那个
Hello，罗老师，罗老师哈，这个晚上好哈，这大哥就陈大哥哈，希望刚刚那一首《咖喱浪调调》哈，这一首能够瞬间的在寒冷的冬天，温暖你的心哈，温暖你的心哈，这些歌曲呢。哎，我们讲到江蕙哈，我们讲到江蕙小姐哈，哎，她也已经，好像已经好像已经离开这个歌坛，好像也有5、6年的时间了哈。但是她的音乐呢，我们还是就很多人还是在唱哈，很多人都还是在唱哈。我觉得。抛下一颗红蛋，对哈，这些都是我们将会
我们江辉小姐哈，真的是我们国宝，是不是哈？我们江辉小姐的这个啊，非常的知名的哈，非常的这个这些都真的是很好听的歌哈。其实我之前呢，我在 live 我在现场的直播的演奏哈，对，是江蕙哈，对哈。其实我在现场这个直播的这个演奏啊，我也弹了好多首这个，曾经弹过很多首这个江蕙小姐的歌哈，就是真的是没败哦，没败哈。像那个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还有弹过一首哈？是上个礼拜吗？还是前几天我们测试，也是做测试的时候，刚好有一位海外的朋友哈，他也上线了哈，因为美国那边的朋友哈，天寒地冻的状态之下哈，因为我们很多就是有一些在外的亲友哈，可能不在国内啊，在国外哈，旅居这个世界各地哈。但是呢，我很感谢这些朋友哈，因为呢，我觉得，音乐哈，就是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哈，就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哈，只要听到这个，我们熟悉的音乐哈，总是心里面一股温暖，是不是？心里面一股温暖，然后就觉得啊，好像离这个故乡很近，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是那位海外的朋友，为什么记得呢？因为，他也是，他是一位大哥哥哈。那么他呢，也有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兴趣爱好也是弹钢琴哈。他是从商的哈，从商也是事业做得还不错哈，还不错。这位大哥哈，那。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就是他喜欢坐在钢琴前面弹两首啊自己喜欢的歌哈。那他也是看到我的YouTube 上面的那个哈音乐，然后来找到我们音乐交心哈。那这个之前他还特别跟我订了好几首歌的这个琴谱，钢琴谱哈。那个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他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疫情的时候哪里都不能去，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鼻子过敏的太厉害哈。他说这个时候呢，在家里呢，这个就是呢，在家里呢，弹两首自己喜欢的歌哈，那是他最大的一个最快乐的时候哈。他练了我的琴谱之后，他还跟我分享了。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美妙的琴声，还真的是蛮好听的哈。其中有一首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江蕙小姐的招牌歌啊，哪一首？Thank you.
那么我们这位海外的朋友啊，他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对不对哈，又是天寒地冻啊，那么哪里都不敢出去啊，又疫情又发生了哈，那最好的兴趣爱好就是怎么样，因为他有家里有一台，就是他学了钢琴哈，所以我说哈，哎，喜欢音乐的朋友啊，不会寂寞，不会寂寞啊，喜欢音乐的朋友不会寂寞哈，啊，特别是哎，我们会弹两首哈，弹自己喜欢的音乐，那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哈，甚至都感觉的好像自己在开演唱会一样。好，这个 spotlight 打上来了，也感觉着好像自己在开演唱会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个叫什么？你知道，这个叫做情绪啊，很上头啊，就是整个情绪都起来了。所以音乐就是很温暖，就带给就是传递温暖啊。好，那么我现在呢要回答一位这个朋友的问题哈，就刚刚有一位朋友问说，在 YouTube 上面呢有问了哈，我看到你的留言啊，你说这个你听到我弹的一首萧亚轩 Elva， 萧亚轩的招牌歌曲叫做《蔷薇》啊，你问我说，哎，可不可以跟我购买那首歌曲的琴谱啊？好，那么我现在就要回答你啊。哎，这个湿度很高哈。我现在呢就要回答你啊，你可以，我没有现成的琴谱啊。就像我们今天新的朋友进来一样啊，这陈大哥啊，这位陈大哥哈、啊，也是新进来的朋友哈，其实我平常的演奏的方式呢，就是以我个人的手法即兴发挥的啊，我没有现成的琴谱哦，啊，没有现成的琴谱哈，那么你看到我的影片，那个影片啊，大概很久很久的影片，大概也有将近很久了，然后我想应该，没有十年，大概也有八年的影片。那这个之前呢，有一些影片呢，我会，就是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自己呢，有时候呢，临时我听一些歌曲哈。有时候我在车上啊，在捷运上啊，或是说在哪个地方哈，有时候我突然一下听到什么歌，那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哎，我很想，我觉得那首歌还蛮好听的，那我就想说把它，稍微记一下啊，有一个印象啊。那这个时候呢，哈啊，哎，东帝最懂音乐哦，是吗？哦，哇，那是前辈了哈，那非常的欢迎，非常荣幸哈，非常荣幸。那么有时候呢，我就回到我就说呢，那时候早几年了啊，那时候呢，有时候我就在捷运上面啊，突然戴个耳机啊，突然听到，哎，听到什么歌。那个时候我就会随时拿了一支笔出来，拿一支铅笔出来。那因为我都会带着一个笔记本啊，这个笔记本我也是都有秀给大家看过啊，在以前在live 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看过。那有时候呢，我会在这个笔记本上呢，就把我当时候听到的一些音乐，我就用速记的方式，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啊，哈。也只有我看得懂的方式哈，我就自己做个笔记，啊，自己做个笔记。像这些东西，像这个都是我的笔记，大概也没有什么别人看得懂啊，因为我是把我听到的这种笔记啊，就把我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个音乐是吗？这位大哥差点要当歌星是吧？哎呀，那真是啊。
真是前辈了啊！哎，非常欢迎哦，哈。那么我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哈，我那个时候有时候哈，我就哎听到某些歌了，我就拿个笔记本，哎，我就随时随手就做个笔记哈，但是也是很粗略的笔记哈。那这像这种啊，这么乱的东西，这种啊，这个以前在捷运上啊。有的人还想说，哎，这个人是在干嘛？怎么在这个纸头上面画了一堆数字什么的？是不是在开名牌？不是在开名牌，不是在开名牌啊！哈，我是把我当下耳朵听到的音乐，我就用速记的方式，大概粗略的做个笔记，然后回去了之后，我再来，好，再来有这个印象哈。那所以这个并不是谱。并不是谱来的哈，只是我个人的，就是包括那个可能有一些很早以前的影片啊，大家看到，哎，有时候好像以为我有谱，没有谱呢啊，我就是临时这样子做个笔记啊。那后来呢，为了不让大家混淆呢，我就干脆呢，我就以直播的方式呢，有回答朋友所有问谱的问朋友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没有谱的，熟悉我演奏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以即兴的手法来发挥的，所以我没有现成的琴谱啊。那但是呢，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为了解决每一位想要谈到这个音乐、谈到这个歌曲的，哎，我看到我们还有一位同学进来了，是吧？哎。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怎么样？我就要开直播。第一个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有谱的原因，哈，为什么没有谱的原因。第二个，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我虽然没有现成的琴谱，但是我请你们如果喜欢我哪一部影片的音乐，你可以定制你的个人琴谱，因为我有接这样的 case，也就是我接的是。专为个人来编写的，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钢琴谱，OK 啊，那这样的这个琴谱是你个人专属的，在外面不流通的，不流通的，也就是这个琴谱是独一无二的，OK 啊，好，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索谱的需要就是买谱的。这些朋友哈，因为有一些有很太多的歌曲都不一定有琴谱，更不一定能够听到让你觉得很好听的音乐的琴谱。但是如果你喜欢，首先你要喜欢我的风格，你喜欢，如果你喜欢我音乐的表达方式，哈，你喜欢我在音乐情绪上的处理，我欢迎你直接发私信给我。来询问怎么来定制你的个人钢琴谱，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解决最好的方法啊。那如果喜欢弹奏、喜欢弹琴、喜欢弹奏流行音乐的朋友，我欢迎你，不妨可以来发私信来询问一下。如果你有你的自己想要，就是说想要交给我们帮你编写你个人钢琴谱的曲目，请你告诉我。你的歌曲的曲名是什么？哈，第二点，请你录一段你自己随意弹奏的音乐。哈，这个随意弹奏的音乐呢，最好是流行音乐。哈，你只要随意弹奏一段，你就算不露脸都没有关系，你要露手，OK？你要露手哈，你拍到你的手弹到琴上面的画面，因为我们会。我们这个订购这个接这个私人琴谱，我们必须要看到你的弹奏状态啊，来做一个评估，也就是大概了解你在琴键上面的掌握状态啊，来做一个评估啊，评估你的钢琴的曲目，这个钢琴谱的内容的复杂度，然后啊，我再来进一步回复你，OK？这我们处理这个个人私人琴谱是非常慎重的啊。
我们处理这个私人定制这个琴谱呢是非常的慎重，不是很随便的方式，就是跟你讲了 啊哪一首歌我要定这个我的琴谱，我们不会这样子草率的来处理的啊，我们一定会经过评估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跟你回答 OK 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刚刚在 YouTube 上面留言的这位朋友，在我这个萧亚轩的蔷薇我的这个演奏的影片哈，这个应该是我想应该很久以前的影片了哈，没有关系，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那个音乐演奏的架构啊，我可以比照那部影片的音乐的演奏的架构来编写你个人的琴谱，但是因为每个人呢在琴键上面掌握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会针对你的状态来为你调整，以这个架构为基础，以我演奏的这个影片的架构为基础来编写你个人的琴谱 OK，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私人专属的钢琴谱啊。那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萧亚轩的这个，我为什么说我只能够我能够，我如果你喜欢那部影片的音乐的风格，我可以比照那个影片来编写你个人的琴谱，但是不可能一模一样，不可能每个音都一模一样啊，因为我是即兴的演奏，所以弹一百遍的版本都不会一样，好，但是呢你如果喜欢我那部影片的音乐，我可以比照那个影片来调整你的琴谱内容 OK， 好，我想我这样子回答应该是很清楚了，对不对？好，好，那么比方说刚刚那一首萧亚轩的，说真的这首萧亚轩的我也将近有10年没有弹了、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位朋友看到我的影片应该没有10年也有8年、哦、的影片，
哎，大哥好，您说，怎么我看的这个好像看不字，好像有点反光啊。你有授，是的，我有授课啊，我有授课哈。我教的是流行钢琴啊，流行钢琴。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学生呢都是成人。啊，都是成人啊，好像我们大哥这样子的哈，这样的这个年龄层哈，就是说大概我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到六十几岁的哈，的大哥大姐啊都有哈。那么我为什么喜欢教成人呢？因为我也讲过啊，成人呢，因为呢流行音乐啊，他这个歌词，我一再强调歌词啊，歌曲的歌词很重要啊。那么歌词呢，这些歌词都是歌曲的故事啊。那么因为我们成年人呢、啊，经过社会的历练，人生呢、啊、有某种的历练，经过某种的历练啊。那么所以呢，每个人呢几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啊。那么唯有经过这个人生的这么历练呢、啊，那么他呢，再来感受这个音乐，再来感受音乐里的故事呢，哎，他才更容易走入什么音乐里的状况啊。那么弹出来的音乐会更有感情。我们弹钢琴啊，不是真的就是弹钢琴，不是拿钢琴来弹，而是透过钢琴来表达我们的感情。透过钢琴的弹奏，把我们心里面的感情啊，来表达出来，啊，这个叫做我们叫做诠释歌曲，诠释啊，就是我们在演绎每一首歌曲的故事。我们弹演奏钢琴，不是光光只有音乐家才可以演奏哦。重点在于你怎么样来看待弹钢琴这件事情。态度很重要啊，也就是你不是把钢琴当做是一个工具，然后哎就这样弹，手放在上面出声音，叫做弹钢琴，不是这样的哦，不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就好像弹得出来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啊，只是让这个钢琴发出声音，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哈，那音乐，所以我讲啊。学，我们讲言呃讲比较正确一点，应该叫做，学钢琴应该就像学音乐的，应该要学音乐，钢琴就在音乐里面，包括在这个音乐里面。那音乐呢，是我们人生呢、啊、的总和，就是你音乐，因为音乐里怎么样才能成就你个人的风格，也就是你的人生经历。越丰富，人生的阅历越多，眼看的东西越多啊，海海人生是不是？你更容易走入这个音乐的情感里面。如果经过一点导引的话，如果经过老师啊给你一点导引哈，我相信你更能够发挥，激发出你。心里的情感，音乐，我想陈大哥应该很亲，应该也是前辈哈。因为在即使是唱歌来讲的话，那更重要就是要把情感表达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唱一首歌，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然后要不然你就唱得很麻木，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不是很，就是有唱等于没唱，是不是这样？那音乐就是要让人家，哎呀，听到你的歌声哦，有，好像心有。同感这样子很感动，或者你自己都已经很感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哈，弹琴也是这样，是不是？弹琴也是这样哈。好了，那我话又说回来哈，那么刚刚那位朋友，我刚刚你看我刚刚现场我就弹了这个 Elva 的这个蔷薇，对不对？说真的，我是皮皮刷。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想，会真的是因为看了你的影片，看了刚刚那位朋友的留言，就是问这个琴谱要怎么买哈、哦，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哈、哦。
我想到这首歌，我就说，哎呀，这首歌好像是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哈、哦，应该不止哈、哦，当然有十年了，十年前弹的。那我就想说，哎呀，等一下我要怎么回答？但是我想，既然直播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马上就可以回答这个留言的问题哈、哦，刚刚朋友的问题。啊，我想说，我就干脆来弹一下。但是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是有点皮皮喘。为什么？因为太久没弹过这首歌，哈、哦。那但是就是真的就是脑袋的印象啊、哦。那所以呢，你看你，我想如果这位朋友现在来到我的音乐交心，如果你从 YouTube 过来我的音乐交心哈、哦，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讲，我现在要直播，顺便要回答你的问题哈、哦。如果你刚刚听到我现场的这个现场版哈。哦，你应该会，你应该会听得出来，我这个版本跟 YouTube 的那个版本又不一样哈，因为即兴，哈，即兴版哈。那但是就是说，我已经就是很清楚的，我想我已经回答很清楚，就是说，欢迎你定制你个人的专属钢琴谱啊，我就可以比照你喜欢的版本来调整。你的琴谱的内容来编写，来为你来重新来编曲编写，啊，好，那我想我这个回答就很清楚了。想说，哎，今天好像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线路好像还蛮平稳的哈。私讯来，好，发私讯来。
刚刚那一首歌哈，其实我今天是哎，我今天是这个闽南语歌曲大爆棚哈，这突然一下，这个想这个回忆了好多首的闽南语歌曲哈，希望呢我还能够也陆续的来哎来跟大家分享哈，好。是很好听的哦，很好听的哈。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测试啊，还算是蛮，目前为止，哎，线路都还蛮正常的哈。好了，那么我想呢，应该好像也有朋友要开饭了哈，要开饭，准备开饭。那么我们就来一首这个，先来一首这个，我们来一首音乐哈，来。来这个迎接这个美好的夜晚，好不好哈 ？OK， 那也要跟大家来一首音乐哈。我们先来互道晚上好，然后呢，哎，别忘了明天晚上啊，星期一晚上啊，这个同一明天晚上是晚上8:10啊，哎，这个我们还是在脸书啊 Live 现场。来直播，来即兴的演奏，分享流行歌曲
啊。好，那么我来想一想。Thank you.
音乐交心啦，我们这一段测试的直播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到，但是呢非常的欢迎还没有加入音乐交心的朋友啊，如果你喜欢我的琴声，我是 Vera Lee， 我是李威，非常的欢迎。如果你喜欢我的琴声呢，欢迎你加入我们音乐交心流行钢琴的这个 channel 啊，非常欢迎你们加入啊，然后欢迎你们可以来一起音乐交心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段直播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也谢谢参与 live 参与现场的朋友，非常的谢谢你们，非常欢迎你们啊，特别是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也希望在音乐的交流里面呢能够让大家呢在冬天里面都感到无比的热力。 OK， 好，那么我们明天见咯，明天晚上八点十分，明天晚上八点十分在李威 Vera Lee 音乐交心脸书，哎，我们在这边相聚哦，我们在这边集合。 OK， 好，那么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